大家好，我是杰少。今天晚上的话，我和表弟不打算煮饭吃了。对啊，因为其实天气太热了。然后我记得前几天也有朋友留言说，从台湾邮寄给你们那些东西，你们记得要早点吃完，我要不然会过期。对，其实我一直都记得啦，一直想找机会吃啦。是吗？我都不记得。然后里面还有面嘞，红面红线面嘛。线。其实我不太记得我们上次有吃过这款吗？没有吃过但吧？是我记得上次那款好像是蓝色袋子的。蓝色袋对，子，后来我们还给了两卷面给油仔吃啊。可能口味不一样吧。然后这不个一样是的。煎鱼口味的，煎鱼风味。我感觉不一样，因为我看里面的那个配料啊。煎鱼是什么鱼呢？我也不是很懂，没听过之你前。看上面这里有一行小字，宝岛文化特色美食。哦，这样子，那还是挺有代表性的。对呀。那今天晚上的话，我们就吃这个红面线吧。对对。这一包我看多重啊，居然写着4到6人份呢。啊，有这么多吗？哎，对我呀，看着很小哎，对，不是说很小，我感觉好像是一人份吧哦，难道是我们的食或者量是太两大人了？份，不是红面，台三百湾公小克，吃三三百百公公克克是是吧？吗？后面啊，那就是300克，比我们这边，哦，它如果是按台湾的那个计重的话，就是半斤。公克。功课就是我们说的课，哦，这样子是吗？然后我们这边的话，250克才是半斤。没有，我看了保质期了呀，还有啊，还在呀，还在保啊。我到11月份，2023年11月。而且这个里面还需要加其他的配菜嘛？我们刚才的话去市场买了那个，肉丸，还有那个小肠回来。因为他这里也说了，随个人喜好可放入鲜蚵，就是蚵仔，还有大肠、肉羹等食材。哦，是放大肠哦，我们买的是小小肠。肠，其实想吃什么就放什么，应该无所谓的了。是，而且大肠比较难清理的。对呀、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煮呗，就按照那煮。个说明看看怎么煮呗。到那边去一边煮一边看吧。我再放点青菜。油麦菜，你看外面的蓝天白云啊，就知道特别的热了。切一点瘦猪肉，还有我们说这个是小肠，其实我们这边都叫做粉肠比较多。我见很多朋友留言说，我们这个小肠为什么不翻过来洗？粉肠的话一般不翻的，对，那种大肠但会是要翻。用水冲洗里面。对呀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说明，再煮，将10碗的清水，10碗也太多了吧？哦，刚才他那里写的4到6人份，可是十碗，没有，可能碗大小不一样，这个肯定不可能的。也是哦，以后就看我们自己，我感觉吧，像这个碗可能要2碗吧。2碗或者3碗，对，2碗应该可以了。差不多。那先倒水吧。1碗，我感觉1碗半水都可以了，是啊，蛮多两的，千 CC 应该差不多了吧？看起来蛮多的。对呀、啊，撕开面线及调味包，请按喜好酌量放入滚水中煮3到5分钟。哦，等水滚了以后再放进去。大家看一下。这一包居然3到6人份呢。我感觉我自己都能吃完，里面还有一包白色的粉末是什么？这个勾芡用的，哎，太白粉，对呀、哦，我终于看到太白粉了，之前的好像没有见过是吗？太白粉就是没有过，但是他们说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淀粉，啊，他们说一样的，看一下，只是叫法不同而已。太白粉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看一是那下，个调味料吧？粉料吧，还有这个哦，是那是油，辣椒油吗？我看一下是什么。感觉蛮好吃的，
辣椒油，辣油包，哦，那叫辣油包。还有一个是料包，嗯，调味包应该是。对。哦，我刚才发现了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吗？这什么牌子？虎牌，耶，和我们好有缘呢、哦。我们有三小虎，三小虎，你看这里啊，哦，刚没有注意到。虎牌台湾小吃，对，煎鱼风味红面线，你盖上盖子啊，快开一点。他们都说我们的锅盖小了，对呀、啊，锅大了。水开了，我们先加几个肉丸，这个是什么？牛牛肉肉风味，贡丸。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叫贡丸，不知道了，难道是以前进贡的呀？不知道。那些猪肉要放吗？放了一起煮，熟了以后再放那个面线下去吧。不然熟不了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我感觉还是先放点肉，先煮熟一点。我们先调一下太白粉，我怎么感觉好多哎？那些用一泡，不知道要不要用那么多。辣椒油，应该不是很辣那种。放完去吧。底部那里还有，挤出来。那个粉末，调味包，哇，好多，闻一下。香吗？你要闻吗？就是。好像是那个鱼味是吗？有那个鱼腥味。哦，煎鱼，可是他那个说那个煎鱼是在那个粉里面啊，不是在这调味包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哎。还要煮一下，煮一那下个这，是冰冻的哎，对呀、啊。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熟悉呀、感觉好香哦，啊？好像我们煮过的某个菜的味道啊，是吗？也不说不出来，反正我觉得挺香的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我以为它很容易断，然后我这样子，为什么感觉有点软呢？那是湿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觉得好奇怪哦。你反刚正才我也看摸到了一了，下，我打开看一下。它应该就是这种湿的，不是那种哎，脆还的。真的哎。对呀、啊，你它看，也不是说很湿，就是软的那种。软的哦，我以为是脆脆的。应该好吃吗？我有咸味。有咸味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有咸味？刚才我说了，它里面说有那个煎鱼的味道。还好没有放盐呢。肯定没有放盐哦。现在倒进来了哦。倒进去吧。咦，里面有一个什么？哦，对，那个是干燥剂吧？哇，倒出来就感觉好多哦，我跟你说，能不能吃完哦？煮3到5分钟。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水又少了？好像有点少，对呀、啊，你再加一点吧。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哦。我们没煮错吧？我感觉我们按照说明来啊、哦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现在把青菜也放进来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觉得水少了。我也觉得，要不要加点凉白开进来呀、那也可以啊，因为水太少了，我感觉。对呀、啊。加一点凉白开吧。来、哎呦，最后勾芡。哇，是不是就要这种效果啊？好浓稠哦。我怎么感觉像酸辣汤呢？对哦，像吗？有点像哎。因为一勾芡就像那种质感了。以后上面写说再加一点醋，风味更佳。那不是酸辣汤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关火。然后现在放一点醋。好吧。放出来要放香油吗？要放香油吗？问题是，没有写说要放就不香。要放了。放一点醋好了。反正我们是按照上面的步骤来做的，我感觉应该没错吧。可以了，不放太多。这样子感觉真的很像酸辣汤。哇，好浓稠哦！对啊，看得出啊。你看，对呀，啊，这是吃面的方法吗？哦。
第一次这样子吃面呢。对呀、啊。赶紧起锅吧。嗯。倒出来。哇，特别黏，特别浓。嗯，好浓稠。等一下。可以了。没了。你们两个也要吃东西啊，是吗？找那些人快，快点！我要吃东西了，我饿得要命。走啊走啊！我真的觉得是三到六人份好多。我也觉得。万一我们吃不完的话，放在冰箱到明天的会不会坨了？就是应该会变成一团，那怎么办呢？刚才我已经很饿，你知道吗？那都要晕了。你在发视频的时候。我感觉我的手来，那我先帮您来，脚都抽筋那种感觉。可以吃了，快点吃了。看一下味道如何？哇，这个真的，它这种是浓稠型的做法哦。嗯，刚才我偷偷的吃了一下，很好吃哦。嗯，可以啊，它有点咸是吗？它本来就是有点咸味，奶奶这个可以吧？是吗？真的有点咸是吗？嗯。诶，难道这个面线还要洗过再煮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应该不用。它这个面线是不是其实也蛮好吃的啦？是不是加工的时候放了那个什么东西？它里面有咸，凉，但是一点汤都没有了。因为刚才我们放了一下，它有点被吸收完了。嗯。刚才那个辣椒在里面好像没有觉得有辣味哦。有一点，你可能没感觉，有一点辣咸甜。嗯，可能是我们水放少了，我觉得那个咸味还要下降一点才行。可是我竟然没觉得咸，你平时就是吃的比较重口味。不会吧。嗯，可能水真的需要再放多一点。对，你想吃这个红面线是不是很香啊？哦，但是太咸了，我们吃得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吃。对，猫咪要吃清淡的。你不能吃啊！你就吃水煮的菜哈。加上刚才我们又勾芡了，所以它这个汤浓掉了，然后基本上看不到汤，应该再放多点水。嗯。不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吃法对不对哦？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很好吃。是啊。怎么了？过来啊！真的，这个感觉是有点像酸辣汤。嗯，但是刚才我们放的是醋，一点点而已，它放少了、哦，我没感觉到有酸味呢。嗯，可能只是提一下味而已。嗯。感觉你不是买了那个酸辣汤包吗？对啊，拿来煮完汤再放那些面啊什么进去也可以，应该都可以、哦、我突然想起来，好像他们北方那边吃这个胡辣汤的时候啊，嗯，也有放面的哦。他们叫放面什么面？面疙瘩啊、哦、面疙瘩、哦、面疙瘩。你可能是一样的形式哦，我感觉这个呀。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，我猜的，只不过这个做成了面线而已。嗯，不过吃下面就没那么咸了，怪了。真的没那么咸的呀，不知道。没均匀的。可是这个是面线本身自带的咸味，又不是说我们加的。嗯。嘿，我吃掉一碗了。再吃一碗。别说三了，太饿了。我现在的手都还没有力气，现在吃不下。我现在的手脚还是有点发抖那种的。是吧？可能低血糖。不会那么夸张吧？低血糖很正常的呀，并不夸张。还说三到六人份，我真的都吃掉两碗，都快没有了。那水。
我们水应该是放少了。对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先不聊了，先继续吃我们的面线吧。我们本期影片的话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也很感谢大家推荐我们美食，对，嗯，也谢谢 Amy King 姐姐给我们邮寄的面线，真的非常好吃。对，还有一包。还有吗？对，那包要尽快吃了，刚才我看了日期了，很近了啊，七月底。那到时候有宰过来再跟他一起吃呗啊。嗯，刚才那个什么我都不记得了。嗯。